让我们欢迎圈套演员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承阳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唐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俊浩，我饰演孟创飞。接下来是立刻 CP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林轩，我在 History 三圈套里面饰演的是赵子赵立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卞庆华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是 Jack。欢迎四位。就是会给你们三观的考验，然后赢的那一组呢，就会有给你们玩的那个专属的报道，这样子。哦，对呀，三十万，以为赢的会有20万，没有没有，因为经费有限。不要那么贪财嘛，老公。输的会有那个。等一下，不要那么贪财嘛，老公。刚刚也太自然而然了吧？你刚才太自然而然。所以你们私下也会这样子？我也自然而然接受了那个老公。对啊，老公对吗？对不起对不起。反正你们要好好加油，因为输的会有惩罚。但是惩罚，等一下再跟你讲这样子。好，那是第一关。会很紧张吗？等一下自己感觉一下哈，因为说明是游戏过程比较可怕。然后第一关要玩的就是那个爱就是靠一起这样。然后这一关的玩法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你们剧中有那个手铐跟圈套嘛，所以等一下会把两个字彼此的手铐在后面这样子。但是你们要合力的用嘴巴一起吃完眼前的食物这样。道具组记的时候，大哥跟我讲，因为这道具比较旧，所以不会打。对啊，我们想说反正就来真的好了。真的吗？哎，这样会不会太紧？给他紧一点。紧可以啦。不是很紧的吗？是啊，不是两个人靠在一块。没有，我们是各自靠各自。然后我觉得两个人靠在一块比较好，因为如果解不开的话，我们两个可以相依为命。对。好啊，所以现在临时改变规则哈。依照他们想要爱的浓烈一点，所以他们把彼此靠在一起。计时的时间是两分钟。好，预备，好，开始。好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一起来！这边，这边，很快哦，超快的！超快的！长条的软糖，软糖，软糖。然后这边有段吗？有段。番茄要喂哦，要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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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不要喊进去太多，小心自己注意一下哈。吃这边。好，最后面。他们时间都很快耶，他们很快耶，我们喂一下就马上那个了，没有？因为原本是设定想说不用吃太快这样子，真的分下去。对啊，好，最后一颗，好，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了，最后一颗，好来。我刚完全是目瞪口呆，对啊，还是在看完的。吃过 CD 没有在开玩笑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也要吃啊。好，我会处理。哎，你们他们哎，多少时间啊？快快解得开。他43秒哎。对，快一点。节目只说两分钟哎。哎，你们两个是对手铐比较熟悉啊？对，我们两个有点爱玩手。哦哦。还有，因为他会折断拇指，然后递进嘛。对。你们快讨论一下，重点讨论。等一下。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刚刚有很大的细雨声。好，来这边。小心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医生是人蛮好的，这边好，一起吃哦！好，来，合力！好。满结束，他哦，速度得，他的速度哦，速度得 ，Lonely love，Yes I love you， 내운명처럼香蕉，他们现在嘴巴已经开始要怎么吃满这个香蕉？慢一点啊，香蕉先生喜欢味道一点，不噎到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！天哪！好，现在几分几秒啊？41秒，真假的？太扯了！一关是由非常 CD 获胜。就是那个警察来了要搜身，这边游戏规则就是我们等一下给你们5颗爱心，对，然后呢，假如说例如说是你们挑战的时候，那你们就把5颗爱心分别藏到其中一个人的身上，对，那另外一个人蒙眼的方式要把它给找出来，这是我们藏吗？对，就是互相藏彼此，好可爱哦，哇，哦，好，好可爱了，长大瞬间变超萌的，他的眼睛有点太开了，玩笑，开始藏吧。你有信心吗？完全没有。这个比我想象中看不到很多，他真的是完全蒙住哎。
你刚刚那个有放到吗？陈林春，你也算是蛮厉害的。这个可以吗？你是老师，这个规定吗？好狠哦！对呀、啊，你是老司机耶，你真的很狠、啊。等一下，那种还会轮到你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对啊，你们等一下会有。我蛮善良的哦。你有没有看他都放些什么？便便都是在不得私呢。你这个也算是蛮高招的哎，蛮高招的。哪里啊？超什么内裤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你要自己稍微好好的注意。没有没有到那么绝对领域，我觉得我好吧。有绝对领域的位置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一个主管机关在看。可爱的。好，所以我是蒙着找啊。对啊，不然找屁啊！不然拿到，不然拿下来就看到，不然是吗？我现在很羡慕我的。没关系，我们不跟你讲位置，对对对，我们不跟你讲位置，你就自己 preview 喽。你现在这样超可爱。好，那我们数到，我沈阳交给你。好，听说我的心在你身上，我要兜你身。收身，有五个爱心，加油！好，刚刚那个位置，好痒，等一下那里很痒。好，有一个很亲密的部位，你要自己注意喽。有一个很亲密的部位，不剧透哦。没有没有，很亲密的部位很多。没有没有，很亲密的部位很多。有。好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还有一个，现在过几秒啦，他一定找不到。找哪？我都忘了，好痒。几个爱心，拿到了。好，刚时间到了。126，126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就超过了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要换另外一组咯。那你们谁要出来啊？你让他们决定，你们决定。感觉他比较笨，让他走。感觉他比较笨，让他找。好，所以便便被藏就对了。对对。你听他干嘛？这边是不是？对，这边，然后这里这边，这里这里跟，就是看得到摸不到的。对着镜头一样讲，一句话说你要搜身。镜头在哪里？不告诉你。好，交给你，庭轩。哎，你的心怎么样也藏不住，我要来进行搜身了。好，开始。在哪里啊？来，好痒哦！算是找到了，仔细每个人。哪里啊？他找到几个？2个，一直找到2个而已。等等，超简单。我们策略真的很成功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没关系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会接受。你怎么会这么追着我？还是说，你怎么会这么追着我？还是说，你怎么会这么追着我？
我还是要称呼他一声猪队友。猪队友。好了，所以这一关一样是那个嘛，非常滴滴获胜。哇，松松啊！但是我跟你们讲，我已经直落二了。没有，但是因为第三关是大难关，所以第三关赢了有可能败不复活。因为刚刚那关是一关是几分啊？一关是一分，但是第三关有三分。哇，前面等于白笔，不是白玩的吗？前面等于白笔有没有？前面等于白笔这样子有没有？好，我们这样玩的就是组合式的运动，就是一个人要做伏地挺身，一个人要做仰卧起坐，但是要同时要鼻子摸鼻才能够得到一分。好，你们要先试试看吗？直接来。等我要进去。你们先试试看。我已经下来了，对，我们已经下来了。但是会有仰卧起坐吗？陈立春，你没有仰卧起坐啊！你这只是纯粹练他鼻子摸鼻子。来了，那我们就限时90秒。好，撑不住的话就可以互换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快点快点，要鼻子摸鼻子哦。哦，小心，鼻子摸鼻子，走，要点磨到的感觉，要点磨到的感觉。好，来，五，好，六，七，八，要不要交换？要不要交换？交换体位，交换体位，快点，来，交换体位，来。我们改成60秒。好。大会这么随便，很没有原则。好，开始，来。哎，你们两个频率没有对到。好，几下？20、21、22。好，感觉庭轩在上面比较吃力一点点。好，25、26。好，26下就是26下。好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你是比较习惯在下面。被发现了，不是因为你刚刚上面感觉好像很吃力耶。来呗，好，开始。好，一，二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个仰卧起坐太丑了吧？我会这么高？真的太烂了。打很近吗？这个不算啊，这个不算。局长，这个好像没有起来。那个暂停一下。你自己回想，你刚刚前面几秒你长了多有气势。那我想说跟他们不一样一下。你要怎么样？对，你一样这样。不要先定义哦，会晕躺。吴晨阳感觉很会带主题。你要做什么？这个来一次总算还好。跟他们不一样。我跟你们讲，怎么样？这个还好。军浩哥就没有动。军浩哥就没动啊。这个姿势是最好的。你觉得你想要没有，没事。我是遇难。这位导好害羞。那个导播这边把他们带起来。好，来咯，开始。一、二。好，许俊浩，你还是要。那个。四。好。五。哎，其实有累。六。这个这样反而累吗？七有累，因为我要起来走路。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再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，来，可能后面一点，然后一个人仰卧起坐做起来，一个人这样。十四，是不是累？十六、十七，快点，我要十六。八、二三，哎，你们慢一点啦。二四，快点，二五，二六。二十就好，很快，有求有过就好，求有过就好。好，给你们一个掌声啦！不得了，怎么样？你看他们觉得如何？3连败。对啊，怎么这样子？感觉就是你们两个的默契没有很足够，跟很亲密，是吗？所以就是要用那个气音讲悄悄话这样子，对，撩对方。好，来喽，好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好了，有啦！你要陈明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心脏有一种化学变化，化学变化，这种有什么化学变化？有一种撩起的感觉，这可以吗？大家你们觉得 OK 吗？但是他们是不是会想要再看另外一对啊？对啊，好像另外一对好像也蛮好的，对，快点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你们已经准备好谁是被撩，谁是那个的？你已经很习，你已经很那个，你已经很习惯是被撩。M 属性，就讨论完也变这样。M 属性，这个 M 属性，在他这边来这样子。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
欢吃什么？陈怡。对啊，他刚刚玩的很坚强，哎，他 hold 不住了。好啦，希望你们就是说就是越来越好，然后到时候可以一起帮你做个庆功之类的。好，谢谢你们喽。